关于孩子生父的事情也成为焦点。张柏芝对于第三个孩子生父的事情从来不回应，媒体也并没有发现他有新的恋情。而关于孩子的话题呢，张柏芝表示孩子逐渐长大，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的身边，一定会失落啦，所以我咪继续生下去，等佢哋大嘅又生一个，大嘅又生一个，我真系好中意小朋友。要给很多时间落小朋友那里，但是很多机会可能会错失。如果你要得到一些东西，你得要放手一些东西。看着他们长得比接什么工作我觉得比更重要，然后十年后我什么都不需要管，就是我儿子来照顾我，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开心。他表示如果再婚的话自己一定会再生孩子的，他觉得三个孩子呀太少了，如果和对方感情好的话不介意再多生几个孩子。太直接了，我的汗都冒出来，特别热。